是2022年的12月1号，回违了555天的解罩首日。但我看路上大家都戴着口罩，哎，所以我们还是把口罩戴着。我们将去台中办个事，顺便带大家来吃吃凡凡最喜欢吃，也没有最喜欢啊，就是常吃的那几间小吃。凡凡国中同学，国小，哦，国小同学，他从小就超高。那我跟宇文乐凡，那你等下跟他用一模一样，就说是朋友，就把我放上去。他不是虾丸、旗鱼丸。這是什么碗？嗯，早上喝这个都很舒服。什么碗？福州碗，不是旗鱼碗。嗯，这是福州干意面。这到底有喉咙有多深？我就问。加辣椒粉很香，很香。加辣椒粉完全不一样。在吃的时候，嘴巴都有那种辣椒粉的香味。我最喜欢的老赖奶茶连锁店，可以调冰块糖度的，我就没有很喜欢。台式第二市场的老赖好喝，这大概一天就喝完。味米面馆，凡凡从小吃到大。我们最爱的凉拌葱，你们是一碗两个人分吗？对，谢谢。谢谢。要把排骨的油滴进去，这油加下去，整个排骨汤的味道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了，够了。油到底有多深啊？以前那凉拌葱都可以自己吃到饱的，不过现在都是要用卖的。我之前还有问过柜台阿姨，凉拌葱要怎么做？他没有教你吗？但怎么做都做不出来那个味道啊！我想要进去他们厨房看。但凉拌葱很不建议约会的人来吃，因为吃完嘴巴会超臭。而且我觉得他也不建议外带回去，外带要外带生的，自己回去煮。外带熟的，他那个面很容易就糊了。你第一次来的时候的感觉？来了不知道为什么就还想来吃。你一口吃，快噎死了。听到我们今天的行程，有没有觉得好好吃？有没有觉得行程排得好棒？一次让你吃到饱啊！哎，我没钱。为什么？平常身上只会带500块，刚刚吃到第二间就要没了，接下来靠你了。沉默。阿张今天怎么样？阿张今天礼拜四也不开。哦，公休是每周日跟周四啊，所以今天公休王是你耶。哪有这一家？礼拜四应该很少在公休的啊，他为什么会休礼拜四？大家最熟悉的场景，红树角香菇肉羹。我以为你是吃面呢。我都吃米粉啊，这间都吃米粉。你做的跟美乃滋一样，该不会一加下去是美乃滋吧？柠檬汁，这是柠檬汁。不是啊，这是蒜啊。为了女儿最爱的肉羹，外带了200块。你还吃得下吗？可以啊，可以。开那么久车来啊，可以啊。还有啊，我想一下，我最近在168。看一下你168有沉的屁股。要大便都查就能回家，你这样大家都知道你要回家大便，没差啊。大家就是说一凡咧，哦，他回家大便，不会啊，
回去都很开心，好不好？那我现在都很舒服，都没有人会管我。我心中第一名的味香咸汤圆，家里柱子都写出来了，像我们可以去他们家看看咯。现在奶奶她都是在用冰，十二月的今天我们竟然在吃冰，真玉露直播很看人，而且不会很甜，浓度蛮好，这才是我心中完美的干面，白细面才能是干面啦。我最近在台中工作的时候，就可以一整个礼拜都吃白干面，可以挑战。我是来台北之后，才发现说南部干面跟北部干面是不一样的，然后新竹干面跟台北干面又不一样。新竹干面的加酱油，都加酱油膏，跟红葱，他们是加肉燥。说新竹人吃不吃得惯那种肉燥干面，还是其实新竹人都已经习惯酱油肉燥干面？我心中第一名的咸汤圆在此，它不是那种鲜肉汤圆，它是那种比较像腌过的肉。那个肉是用的比较碎，纤维的感觉，所以你吃起来、就是、胡椒味、咸味比较重。东哥都看到阿公坐在门口的样子，满满台中人的骄傲，东泉辣椒酱，油面炒面，我今天吃超多面，它就只有单单的油面配肉燥汁，蒜有炒过然后再蒸吧，台中都这种炒面。找位置，五香醋也是台中的，但我第一次看到。你要不？欢迎来台中玩。欢迎来台中玩。你确定讲最后一句的时候要剔牙吗？怎样？欢迎留言告诉他哪一间最好吃。大家拜拜，拜拜。我告诉你，干嘛？只要一点一起吃啊，太棒！这些都是小时候吃的，然后长大。有没有要讲完的意思？我只有一天的话，哪一间最推？这很难啊，这我每间都推啊。